法会前磅礴的鼓声激发信众内心的正能量，这是泰山太鼓团击鼓赞佛的动人乐章。法会中的每一刻对于信众来说都是鼓舞，先是鼓声，继而献舞，庄严的无心敦煌五院将源于敦煌石窟中的飞天壁画、菩萨雕像演绎得淋漓尽致。慈悲的金刚上师为了和众神结缘，秉持大悲行愿、无处不现的布施精神，除了定期举办共修活动，每年也会在吉祥日举行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每次的赞佛团体都令信众感到法喜。妙玄舞蹈团则是以水墨书画为核心，借由舞者的肢体表达抑扬顿挫的书法意象，用多元跨界的演出更丰富信众礼佛的精神层次。响应世界佛教振兴会和金刚上师把大悲心落实在你我生活之中，还会有更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在法会中或行动佛殿前持续用前进的心愿意供佛。